每到周五特别美，瓜子儿、饮料、矿泉水，沙发翘起我的二郎腿。是的，电视调到湖南台，新剧老剧看起来。快点拿起遥控器，和我们一起来追剧。欲问在下是何人？我乃书生宁采臣，在此等待一千年，只为再续前生缘。哎呦喂，这剧太虐，想暂停，看点别的行不行啊？行。年复年来，月复月，我到底是小蛊还是小蟹？降落凡间为哪般？此处竟然是转盘。被你猜对了。我在哪？我是谁？你是谁？这个妹妹感觉好像在哪见过呢。是吗？难道你是我的紫画师父？不，我记起来了，我们曾经一起看过雪，看过星星，看过月亮，还聊聊过人生哲学。哎呀，怎么办？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别着急，来救我！让我打你两巴掌就记起来了。懂事，打字。今天的主题拍一场影视金曲，和我们一起来追剧。哇！《仙剑奇侠传》，好帅呀！哇，翩翩公子，好帅啊！帅，这衣服很好看。亮颖又来了，来了。第二次来了嘛，一回生二回熟，就想要做一点过分的事情。怎么？他怎么死？不可能吧！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年轻人的5G手机，一步到位。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十佳热门流行歌曲尽在网易云音乐。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周五全民音乐综艺互动秀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同时感谢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感谢荣耀 V30 手机。是嗨唱大玩家雪娜，我是嗨唱大玩家罗志祥，我们是那么吉祥。我们今天是什么主题啊？我们今天扮成这个样子，我以为你要跟我握手啊。今天的主题是嗨唱影视金曲，之前也有播过一集，就是念念不忘的影视金曲，播出之后广受好评。哇，真的霸占了好多热搜，特别是小猪捡到 A 了的那个护照。那不一样，那不一样，不一样。看是谁来找我招领了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为什么东西会乱丢？东西不要乱丢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所有的嗨唱歌手，还有惊喜歌手，他们也会带来很多很经典的影视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戏规则 VC 啊。嗨唱转起来，嗨唱歌手们能否在两轮限时演唱中征服大家挑剔的耳朵？第一轮60秒内，若有一位沙发客拉杆支持，即可开门转出；若有3位沙发客的拉杆支持，即可转至中心舞台完成第一轮演唱。第二轮演唱升级，
需在90秒内获得80%以上现场观众支持，才算挑战成功。若能获得嗨唱大玩家为其按灯，则可直接挑战成功。任何一轮挑战失败，都将被撤离舞台。挑战成功的嗨唱歌手，则有机会登上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加油吧，嗨唱歌手们！我们第一位到底是谁呢？这位歌手，来，一样先看他的标签。一个妹坨想和你唱，妹坨，妹坨是什么意思啊？妹坨就是长沙话的妹妹，妹坨。啊。而且这个题目叫有一个妹坨想跟你唱，他是跟哪个你？哎，又是我们台上，又是上一定就是嗨唱罗志祥，嗨唱罗志祥又开始了。很明显，我们按照字里面来解释，那个你跟女生是无关的，所以就是男生啊，肯定是跟你有关系。应该就是我跟大张伟跟刘维之间了。别说我们，没我们事儿。第一件不会不会，肯定是小猪哥。CTO。别罗妈妈。哎，别哎，你不要客气。是你吧？哎呀。先让他们出来，先让他们出来，好不好？戏不要在我身上，好麻烦呢。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出轨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就算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哇，这尾音了不起！尾音好哎，铁肺型的。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北北，我是一笔。嚯！带着自己的家人来了，这是啊。我是一名歌手。哎，为什么你的那个标签是有个妹坨想跟你一起唱？和谁？和谁？这么快就到标签了？怎么都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唱这首歌啊？你还管我们问什么呀？台本的顺序是可以调换的，最灵活的主持人都不会按台本走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台本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么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你还是抵不过导演组。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还珠格格》，然后呢，我长大了以后才发现里面有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谁啊？谁？令妃和晴儿，因为他们俩情商极高。为什么？你想想哈，纵观整个剧，他们俩有没有敌人？没有。没有，对不对？啊。大家看《还珠格格》都是在看这个《还珠格格》里面的有趣人，你看的是谁情商高？不过你这么一分析，确实也是这样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你是这个标签呢？这样吧，你那个，这样吧，我们先问一下，你那个是怎么发现他们情商高的？被台本操控的主持人，我快受不了了。可不可以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自由啊？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访问每一个人，可不可以不要因为你们写的每一字每一句？我们是人类，我们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不是 AI。主持人生气了。最灵活的主持人都不会按台本走的。
哎，你是怎么发现他们情商高的呀？因为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嘛，我就在网易云音乐里面听这个歌，然后呢就看了评论，评论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就说哎，好像真的都在讨论这情商高，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那个网易云音乐不仅听歌，还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哦，真的？就是，那多去看一看。娜姐，嗯，娜姐，我想，你想跟谁唱？其实我想要合唱的这个人，他才华横溢，唱跳俱佳。哇，小猪哥！最重要的，他又很搞笑。那你到底是跟谁呢？我要跟他合唱的是罗志祥老师，身边的刘伟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他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他说他旁边就是直接是他。大姐，哎呦！上，好功夫，好，准备，嗨唱，转起来。大家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阿拉有神灯哦，有可能呢，他是一位是来自上海的歌手，因为讲阿拉嘛，阿拉子啊，阿拉上海人啊。因为我们这个舞台上什么经典人物都会出来的嘛，对，都是有。咱们这舞台就跟神灯一样，对，一戳都会实现，对不对啊？想要的人都会出现。哎，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好不好？也没有太多头绪，还唱转起来。忘记折吗？忘记折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不足勇气，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用行动表示，撑过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刘维，刘维，刘维，他走回去了。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要回去吗？不用回去了。欢迎张信哲老师。大家好。真的像神灯一样哎，真的太激动了。等等，因为张老师去过很多的歌唱节目，对，来到这个节目的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这个感觉让我有点恐怖。恐怖啊！因为有可能会因为蛮奇怪的原因，把我直接转进去。这个还是要说一下，刚刚你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是忘记拉杆了，所以我们嗨唱转起来，差点把张信哲转回去。张信哲老师失败。为什么你的标签是刚才那个标签？因为我刚刚唱的第一首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啊，对，所以就是你知道，他就靠着那个神灯救了母亲嘛，对，宝莲灯、哎呀，很经典。那哎，信哲哥，是你有爱追剧吗？哎，小时候真的很爱追剧，哎，比如说像楚留香啊，哦，楚留香，哦，他喜欢这样摸鼻子那个，那个时候楚留香超红啊，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剧都有一个很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主题曲。你知道对我来说有一个主题曲，我真的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部剧呢它会这么红，然后也没想到这个主题曲会这么红，结果就被我的朋友抢走了。哪部？谁说被阿林抢走了。流星花园。对啊。真的假的？情非得已吗？对啊。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一天不自己。为什么庾澄庆唱歌跟那个秋雨一样吗？感觉慢慢有一下，爸爸一起恰恰。哈林哥特色啊！来，我们请坐。哎，老师今天忙什么啊？最近啊？最近哦，对，最近忙的这个很有趣。什么？我去参加了一个音乐营。音乐营？对啊。什么音乐营啊？就是我到了瑞典，然后呢跟几位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
共同帮我写一首歌。哎，那这个歌叫做《慢慢走》。好厉害啊！那可以展示一下吗？是是。好啊，好啊，好啊。哇，那个，哎，新歌，新歌哎，热乎乎的从瑞典回来的歌，想要听完呢，好好听。其实现在线上已经大家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得到了。对啊对啊，那但是我觉得音乐营真的是一件推荐给大家的事情。要不我们一起去弄一个？别别别别，不麻烦你，不麻烦。好了好了，那我们欢迎信哲老师一起入座。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隔三差五上热搜的男人。肖战，隔三差五上热搜嘛？哦，能来吗？哎，一博都来了，肖战怎么可能不来？如果不是肖战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是杨迪。为什么是杨迪？也有可能，对对对。嗯、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肖战还是杨迪？我来嗨唱转起来。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山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平地起，美人如玉皆如虹，啊情深深雨蒙蒙，金碧无穷，高楼望断情有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哦，恭喜恭喜，为什么我跑出来了？哇，跑走了，娜姐，你看人家模仿多像，真的是穿同一套啊。对，同一套，不浪费啊，非常省。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李新一，但是我现在呢不是李新一，我是隔三差五就上热搜的何书桓。哦，书桓对不对？对。来，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最近在网易云音乐上有一名歌手唱了一个欢快版，超级火哦。就是在听歌的时候，我想起了当时我追剧的很多情景。是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怡萍是吗？跳江。怡萍，怡萍，怡萍。啊，我印象蛮深刻的。对，我也对你印象深刻。根本跟我一样，我是蛮跟你一样的。你可不可以换一个？是心动啊，没有啊，走，感谢。天生锁不掉。你为什么很喜欢这个啊？看来你对这部剧很有研究哦。对对对，我对这部剧非常的有研究。在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这部剧，然后也特别喜欢何书桓的这个发型，然后我就去上理发店弄了一个，没帅过五秒就被我妈踹回去给剪了。哎，那你现在知道怎么才能够帅过五秒吗？我要送你一个宝贝，嗯，你可以猜猜是什么？只有五个关键字，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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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那我猜，洗发露。没有错，不仅能够帅过五秒，还能够持久留香，帅过48小时。然后今天你表现这么好，就把这个同样好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送给你了，好不好？嗯。谢谢老师。用了这个三生花洗头之后，就可以保持永远的清香，所以以后洗头呢，就用咱们的国货精品百雀羚出品的什么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三生花香香香香香香香。谢谢书桓，加油！你要唱第二首歌曲了。好，准备嗨唱，转起来。
承认近代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氢气球向天外飞走，最后都化作乌有，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犀牛，恨更需要自由，爱与恨纠缠不休。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谁能把谁抱？高音又准，力量又足，对吧？真的恭喜，请到我们的银色沙发去坐。来，我们来看这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我为这个主题代言，今晚玩点不一样的。哦，今天的主题是影视剧歌曲吗？对，那表示很常唱影视剧歌的人，是不是？他有可能是这个剧里特别有名的一个角色，对，特别棒的一个演员，对，皇阿玛。哦。哇，哎呦喂，天哪，不会是赵丽颖吧？上次依萍没有来打假，赵丽颖这次来打假，二弟来了，他要为他自己的主题代言，律师函也要来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赵丽颖呢？嗨唱转起来，下载网易云音乐听歌，搜嗨唱领红包，先到先得，留下你的精彩乐评，还有机会直通嗨唱现场。嗨唱转起来，提醒您稍后看点。全拉了，全拉了，仙剑奇侠传，好帅呀、啊！是仙剑奇侠传，大家都会唱。哇，翩翩公子、啊，好帅啊！帅，这衣服很好看。这里有个专门走秀的，招很多。金黑白起，不信啊！不信啊！天哪！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十佳热门流行歌曲尽在网易云音乐。感谢首席战略合作伙伴百雀羚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精油润发，持久留香。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赵丽颖呢？嗨唱，厉害厉害厉害！哇哇厉害！哇哇！哇！我才刚说怎么可能来两次，我的天哪！对，来过了，然后这还来，哇，太厉害厉害了！我刚刚还在想，为什么我转到一半的时候，哎，他开始往回走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又忘记拉杆了？
我就是因为看他回去赶快回来拉杆，我就说一定是他，他们一直都反驳我，我不知道，可能来两次，刚刚以为是赵丽颖，我说不可能是那个张靓颖嘛，然后结果真的就是张靓颖，莫名其妙就帮一个出来了，就我有时候在自己的手机上面打 ZLY， 我默认出来是赵丽颖，是不是？张靓颖和赵丽颖就是第一个字是都是 ZLY， 对，都是 ZLY， 同一个开头。哎，上次他来也是跟剧有关的，对不对？对，哦，对，同也是啊，同一个主题。身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再问同样的问题就瞎掉了。是，问新的。平时爱追剧吗？同一个问题吧，就差我没有演过剧了。你确实靓颖是可以给这个主题代言，因为很多很多主题歌都是她唱的。今天忘带了。今天忘带了。没有代言是吧？别笑话好了，对不起。大大大！吓死了！很幼稚啊！他每次都这样，很幼稚啊！我已经吓到心跳，他心跳吓惨了，他心跳，我真的一下子心跳好快。你不要做那个表情。是是是，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问你哪些问题吗？上次你问的他喜欢看什么剧，他说他是资深剧迷。今天我们就问他准备玩点什么不一样的。好自然的衔接哦。好问题，哇，专业的主持人。也进阶。因为我觉得我第二次来了嘛，一回生二回熟，就想做一点过分的事情。你想干什么？因为这里叫嗨唱转起来，我特别想要自己玩一下那个转盘。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发现它可以自转啊，可以自转吗？对，爱上这个转盘嘞，来吧，加油！嗨唱转起来，好帅，玩得很好，这好好玩哎。哇，而且他刚刚是感觉这种漂移的感觉好好开心啊，这才是真的嗨唱转起来。来来来，欢迎靓颖第二次来到我们嗨唱转起来的舞台。我们接下来看哪一位歌手继续转起来，看标签。哎呀天哪，深入人心，阿妹哦，张惠妹，张惠妹。如果我是阿妹来，我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跟阿妹的行程是你安排吗？她每次只要什么新专辑还没发行之前，都要让我先听呢。哦，是吗？她搞不好今天来给你惊喜的，也有可能。对对对，好了，那到底她是谁呢？一起来欢迎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好厉害啊。张靓颖好夸张哦，张靓颖跟我说他一定是个男的配女生啊，对，哎哎，一模一样，嗨翻嗨翻。但是等那个女生转出来之后，他说你看吧，是个男的，男男男的。没有没有，我在张靓颖里边一直说，我说这男的唱歌可以。不，等我说完。因为他头发收上去，然后他个子很高，他穿的太高了，一米九，对，侧面的身影，我一看那个身高，我说你看吧，就是个男生。关键他还附和我了，他说哇，真的是个男的，真的是个男的耶。你们两个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肉脸橙，我是一名新人配音员，我会萝莉音、御姐音、众泰音、哇老年音、
哇，这很火哎！所以真的有配过很多卡通影片啊，或者是一些演员的一些声音吗？嗯，有配一点，但是我主要还是比较喜欢模仿他们。比如说，我很喜欢懒羊羊。啊，青草膏，我有好多好多青草膏。哇，这个像，哇。然后还有蜡笔小新。妈妈妈妈妈妈，我不想吃青椒了。哎，好可爱呀、啊！妈妈妈妈，打起精神啊！喂嘿嘿嘿，喂嘿嘿嘿，还有什么？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喽。那你肚子饿不饿啊？我煮面给你吃啊。TVB 毕业是港剧的配音员。对。还有那个哆啦 A 梦会不会？对。哎，如果你要哆啦 A 梦，我帮你弄前面一下啊。好。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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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铜锣烧的奇迹。哦。大熊，我今天来上课啦。哇，这个像。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有。这个配的好好哦。这是搭在一起的。哎，你们两个这是天生一对哎。啊？搭在一起吗？不是，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天生一对。还有呢？还有，还有没？还没有？哎，有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的呀？唐老鸭会不会？唐老鸭。唐老鸭，全击做不到啊。我来教你。好。谢谢。哎呀，有些活可以不接。小猪公，我会你的笑，俄式的笑声。你下一个。这很难啊，我这个。学俄式笑声。你来一个。对，我要发自内心才会有。你发自内心笑一个。我现在没有发自内心。你自己学一个大张伟，然后你就自己就会笑了。那个三十万，我什么是这样了？我怎么哪是这样的？我没有，我只是的。行，我的荣幸啊。既然你这么厉害的话，可不可以更高能一点，帮我们这个冠名商整一个？可以可以。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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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网易云音乐把全网当下最流行的歌曲整理了一个热歌榜，只要找到这个热歌榜，那就能听歌曲的完整版哦。不用一首一首的去搜索下载，非常的方便哦。看来你也是资深用户啊。哦，现在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嗨唱，还可以领红包，而且红包还可以提现呢，快点来吧！他那个有声音可以学很多方式，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在说的时候，他其实表情、肢体都有在演在里面，可爱。我们确认你是个女生了。接下来要看你如何来征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嗨唱，转起来！加油加油，打打气，我给你人工呼吸，你的环境我是
恭喜你到我们的银色沙发去坐，恭喜，谢谢老师，谢谢。好，来看下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千年蛋白质，十年磨一剑，健身的肌肉男啊，十年磨一剑嘛，是不是有可能是人家那种就是岁数很大但是脸一直不老的那种明星？哦，张信哲老师 ，Shut up， 千年蛋白质，十年磨一剑，如果不出所料的话，是到了 CTO 出场的时间了。他跟蛋白质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可能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吧？两个角色，对，两个嘛。怎么会这么聪明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 CTO 该出场了呢？嗨唱，转起来！小河月压在交替，我穿越过几个世纪，只为你。桃花本在飘零，这悲凉的风景，双手挥不去一生刀光剑影。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依旧不是 CTO， 我今天是来自仙剑的徐长卿。我是来自仙剑的李逍遥。Hey， 大家好，大家好。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扮演胡歌的那个角色。就是修楼梯的。你看姓张的，就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个太斗跟太后两个人，对对对。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装修的修楼梯，还是真正的修楼梯呢？嗨唱，转起来。罗姐，阳光灿烂，罗姐。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我好喜欢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你把梦想带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海风中风吹斜阳。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一次人间也匆忙，笑。向前走，绝不回望。这花开花落，一千年一次形状。我还是自己模样，不是实现自己，别人造的翅膀，晃晃悠悠，飞起来，飞过四大洋。好春光，恭喜来到 CV。哇，修楼梯，来介绍一下自己。诸位前辈，在下魏巡。为什么标签是这个？标签是这个？什么修楼梯？你不是修楼梯的。我当然是修楼梯的，我是最早修楼梯的。第一代的意思。他们那个比赛，小猪是评委。对对对对，厉害了！快乐男生冠军呢？2017快乐男生全国总冠军。魏巡，恭喜恭喜！
当时呢，他们这个修罗梯刚好有五位。嗯，如果今天把他们组在一起的话，那个画面多好看。嗯，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这几位不好看吗？是二军吗？也是好看的，也是好看的。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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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了这个。我要必须，那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加入这个 CTO 的话，你 OK 的吗？我 OK 啊，我没有问题啊。那你让你的 CTO 谁走？为什么要人走？他可以加入进来啊。不不不，一定要换一个的话。我走，因为我是 CTO。你不要逼我，你不要逼我。头发不直了，头发别了，好丑，好丑，好丑，头发戴起来，头别，有损偶像形象。哎，你们这两个主持人为什么这么闹啊？很烦的嘿，要坐好，太抖都已经受不了了。魏巡，这个节目是这样的，你就尽管说你的就好了。对，这个节目谁主持都可以。好，接下来我带来了一个小游戏，好，就是猜剧名。因为经典的电视剧只要它的背景音乐一出来就应该知道是哪一位出场。我会我会。好，那行来吧。好，音乐老师准备好第一首。亮剑。错了大老师。亮剑二。错了。情深深雨蒙蒙。错了艾拉姐。延禧攻略。错了小猪哥。琅琊榜。错了。《甄嬛传》。错了。《芈月传》。错了。《阿甘正传》。错了。《孝庄秘史》。《孝庄秘史》。回答正确。哇，刚才导演的声音比娜姐的声音还要大。导演，导演，导演，你没 hold 住你的声音。老师，下一首我们来个最难的，来吧，我看有多难。哎，哦，纪晓岚，铁石铜牙纪晓岚。对，错了，刘文。哎，那个不是那个，大老师，大老师不知道，是那个娜姐，是那个梁山好汉。哎哎，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梁山是什么？就是那个《三国演义》。哎，不是不是不是，梁山伯是好汉。不对，艾拉姐不对。不是不是，水浒水浒传，水浒传，水浒传。回答对了，水浒传。我说的。水浒传，水浒传。你又是你说的。大姐快死了。我本来是对的。这个其实还挺难的，我觉得。对啊，刚刚那个太难了。那还要不要再玩一道？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来加油，加油，来。好，音乐老师。下一首。哦，大老师不知道。家有仙妻。错了。周星驰的。咚咚咚咚咚咚咚。九品芝麻官。不对，再听。唐伯虎与点秋香。唐伯虎与点秋香。对了，艾拉姐答对了，艾拉姐答对了。唐伯虎与点秋香。唐伯虎要打滚了，我家住在苏州城外。这个厉害，特别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对了对了，我是那个周星驰迷，那你又听不出来？我刚刚是故意让你们机会给你们去猜的。你少来，自己猜不出来。如果我每一题都猜得对的话，你们还能机会玩下去吗？能，有能，能是不是？好，我先走一步。又来了，又听见。好了，猜完了。好，你要唱第二首歌曲了。第二首也是一个关于大侠的歌曲。好，加油，魏巡，嗨唱。转起来，陌上花也没许少年郎，长路漫漫，桂花在九天上人间。山一程，水一程，心上人，饮空茶，水迢迢，借问一世，苦笑看花。
丢下昏暗眼里，只留我破悲切。青涩年华与谁共度？人生莫要酒杯干，功名聚散悲欢，明明归去路难，空想执念永远。随风消失山水间，恭喜过关，谢谢，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想瘦就瘦，想胖就胖，大小姐要上天，你又能怎样？哇，易胖体质哦。郑秀文，郑秀文的瘦身男女，我觉得是张惠妹，终于来了哦，而且是来给你 surprise。也就您敢您敢这么聊，想胖就胖，对不对？那到底是不是张惠妹呢？嗨唱转起来，张惠妹。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陪着你。我会是有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言，真的离别不可再等，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连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第一次见面，我是罗志祥，你好。好，我是欣儿，你好。Hello， 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欣儿，大家好。为什么会选择唱这首歌呢？
因为《岁月如歌》是我演过那个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哦，冲上云霄哎！ Call me Captain Tom。我希望你可以再开心。你说我的愿望是不是成真了？哇，好漂亮啊！哎，那为什么刚才那个标签是那几句话？好久以前了。哦，对，想瘦就瘦，因为你演戏好像增肥过，对不对？肥田喜事嘛。这条靴子很好看，状态也不错。哎，遮一下大饼脸。哦，他当时很胖，就是为了一个角色胖的。其实演员真的是这样哎，就是一定要为了角色胖跟瘦。像之前的小齐哥也是胖到100多公斤。哦，对对对，记不记得？对。现在做不行了，现在你让我做不行，那时候还年轻，那个时候敢去弄。对对对，太厉害了！来，我们一起来逗他那个沙发区。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太厉害，太厉害了。好，接下来看一下标签是什么。陌上人如月，公子世无双。什么剧里面有一个什么陌？人名。公子世无双，绝代双骄。苏有朋，林志颖，还有谁？张卫健。张卫健又来了。谢霆锋，只要是有名的都嚷嚷。反正有名的都可以说一说嘛。好，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位是谁呢？网易云音乐嗨唱状元。来，红尘多可笑，痴心最无聊。熟的这个声音，赶快拉呀！谁呀？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爱恨与你都笑，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人我飘摇，人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就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歌在唱不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啊，这衣服很好看，好帅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王敬轩，大家可以叫我杨耀，谢谢大家。古风歌手，对。哎，娜姐站在旁边好适合，娜姐站一下试试。哎呦，还有哇，好大，好大哦，好看，好看。你是古风歌手哎，对，比较喜欢唱古风歌，平时也会穿着汉服走一些秀这样。哦，你有走秀是吧？走秀啊，有走一点点。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走秀的罗志祥，你好好弄一弄，你要变成气功了。你们来走一走秀。哇，这个太厉害了。哎呀，幸好有这个帽子，这样显得一样高哎。觉得专业的，你来一个古风走秀有什么不一样？我必须要从这边上来了。哇哇哇哇，你看人家从那儿走，音乐。哎呀，你的妈的！有有有。有，哇！姐姐来，
亚洲出场的是罗志祥。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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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体操节目，对不对？我小猪，我非常承认你刚才走秀非常非常成功，但是等你回去看播出的时候，你看你这一身装扮可能会后悔是吧？怎么了吗？怎么样都帅不起来，跟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娜姐，我也要走一个。不用我要为什么？因为我会赢。来来来，你来。小猪哥缺少了一些精髓，我要跟他一起打。Oh my god！ 哇，怎么这么砸场子的？你让我看看什么叫做精髓，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amazing。Thank you。Music。精髓。哇，他好忙啊，他好忙啊。刚才这段特别好，但是感觉缺件宝。缺点啥宝你说了算，难道就是那把剑？这把剑呢特别赞，能把你的心看穿。没错，说的就是他，网易音乐个性化推荐。现在下载还能领红包，红包马上就能提现，能提现。No， 给手。刚才小猪哥缺少的是植入。啊，你赢了。好，我先走一步。又来了，又吞剑。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是什么呢？下一首歌唱之前，我想邀请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跟我一起演绎，那就是张靓颖老师。哦，这是你说邀请就可以邀请的吗？完了，摊上事儿了。那我是不是要矜持一下？那你夸靓颖的三个优点让她开心了，然后又会跟你合唱，而且你要用古风的方式来说啊。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当瑶台月下逢。没事，你说什么歌都可以唱。好，来准备你的第二首歌的表演，嗨唱，转起来。哇，满满的粉红色泡泡，恭喜！来恭喜，也请到我们的银色沙发区。谢谢。这段也太甜蜜了吧！哇，哎，干嘛了？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兴奋成这样？哇，电晕了，电晕了，有点晕，有点晕。唱出了电石火光哟。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金枝玉叶与梁朝伟深情对视过的女人啊，我知道谁。嗯，刘嘉玲啊。不会，刘嘉玲有演过《金枝玉叶》，她也是梁朝伟过日子那个人吧？应该那还汤唯，我也觉得汤唯，你比较深情。萧亚轩，真的假的？萧亚轩曾经有拍过一部戏《无间道》，好耐冇见啦，都六七年啦。好了，那到底是不是萧亚轩呢？嗨唱，转起来。不可能了，萧亚轩不可能唱这首歌。美兰，我爱你。不是萧亚轩。你像浪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女。看到了美兰就想到你。哇，看看。美兰，我爱你。你像浪花的招人迷，
哇！全部拉高了。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陈佳佳，我是一个演员。哎，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有没有跟梁朝伟对视过。对呀，对，有没有啊？有啊，就是捉妖记。你演的是？我就是那个小翠啊，跟梁朝伟叫打麻将那个。哦。大家记得，你看。那你有跟他聊天吗？没有，我一点都没有。我看他，我就是看呆了。然后我在脑海里面，我反而是想其他的东西。哦。所以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东方之珠》。好了，好，准备开唱，转起来。我们的沙发区坐，请坐，请坐，欢迎欢迎，好棒啊！今天的观众真的很棒哎，我们两边沙发都坐不下了。一会儿如果还有人过关的话，就叠坐在一块。不错，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吃完老孙一棒，孙悟空。哦，孙悟空，六小龄童老师，王博。哎。张信哲老师已经摸到我们节目的命脉了，就是胡说。对对对，哎，黄渤这里有一个孙悟空啊。哦，对哦对哦，跟你一起。西游降魔，他演孙悟空啊。哦，对对对对对，可能是一个姓孙的老爷爷出来，一人发一个棒棒糖。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想得到吗？这是张靓颖的答案呢。那个棒棒糖直接杵你嘴里头，然后你开始吃，他开始唱，吃。这位歌手到底是不是个老爷爷呢？还是黄渤？嗨唱转起来，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时下热门流行歌曲尽在网易云音乐。这位歌手到底是不是个老爷爷呢？还是黄渤？嗨唱转起来。一年来回头
伤心中余味。好，看得好，全拉了，全拉了，全拉了，因为这可男可女。而且他刚刚一开口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女生，然后马上就有男生的声音出来。张信哲老师，你听完你拉杆是为什么？对啊，他声音掌握度这么厉害，就是可男可女，而且各种的位置都用到，对，特别好，对，特别好，特别好。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一人能顶两人用的孙肖磊。哦，那你为什么要唱这个歌啊？这首歌呢，在去年网易云音乐的时候也非常的火嘛，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打动我的心灵了，然后我说，哎，能不能用男女演唱的方式去演唱？哦，很厉害，他诠释了另外一种风格。哦，为什么要给我们一棒啊？对啊，我也有一个绰号，就是大师兄嘛，所以我也是有一个师傅，跟猴哥一样。哦，还有师哦，大师兄。我的师傅是李玉刚老师。哇，怪不得啊！听说你还有带来这个才艺的表演是吧？带来一个法宝，对，这个法宝呢，这女的啊，哦，俩女的，仨女的，这是个魔术节目，要变出鸽子来了。长绸哦，很厉害呀，甩这个，哇，这种甩起来啊，好难。酷，哎呦，好看！哇，这个镜头可能好看，好厉害啊！哇，好看！哇，下腰哎，我的妈！厉害厉害！好厉害哦！哎呦，这个很难哎，好美啊，这个。会被吸引住，对不对？眼球会一直往那里看。我试一下。哎，娜姐很适合你今天的造型，对，仙女儿。对，握着这个两边，对，然后呢？有棍子在里头。对，出去的时候手腕要发力，比如说过去的时候手腕 ，biu biu， 我躲到旁边呢。来音乐，可以，哦，厉害厉害，哇！哇哇哇哇，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哎呦，哇，好美啊。娜姐是第一次耍吗？怎么那么厉害？那你真的可以上春晚了，好看，真的好看，谢谢你带来这个才艺表演。好，那接下来带来第二首歌曲，嗨唱，加油加油，转起来。去吧。
喜恭喜恭喜过关！任何好的艺术形式都需要好的接班人，无论是戏曲还是影视剧，都有传承有创新，就一定未来可期。恭喜你！谢谢大姐。停，导演，这可是我的 MV 哎，你为什么只用手机给我拍呢？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机。那这是？哟，这就是传说中的荣耀 V30。看这暗光拍摄细节，这防抖科技。以后这个我的 MV 啊，就用荣耀 V30 给我拍。荣耀 V30 手机，电影级镜头，拍视频就像拍电影。买它！嗨唱转起来！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嗨唱奇妙夜。先生，啊，是男生啊，我叫李玉克，谁啊？感觉很优质，很清新。今天我是慕容云海，我来现场找我的旅行。马天宇，不是，好帅啊！我今天专门为了娜姐，等这一天等了十多年。哇，又是 CTO， 哇，道具好认真，造型很百变哎。哇，好帅哦！欢迎许少阳！天哪，真的是许少阳！哇，哎，今天上去的主角都在这儿，回忆满满。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是袁湘琴。哦，有点像，肉肉的袁湘琴。哎，谁的声音？你们这两个笨女人。郑元畅吗？真的假的？郑元畅吗？真的吗？不是吧？今天真的是奇妙之夜，意想不到的人来了。太嗨了，这个现场。不会张柏芝吧？真的吗？不会吧？真的是？真的假？